猪，那个我想买个 PSP， 差2000多块钱。我这也没钱啊。等等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哎，这可乐今天咋这么甜啊？什么？你要给车加油？你还加500块钱的油？你什么车啊？你加那么贵的油？500块？加油就加油呗，你吵吵啥呀？啊，一会儿不够了，一会儿我给你转过去啊。阿猪，我想吃大汉堡。什么？你还要换大棉袄？啊？我说你的棉袄，你年年换，年年换，你浪不浪费啊你？说啥呢？你看你这买就买呗，来，妈给你转过去500块钱。啊，一会儿你买一个棉袄，别给孩子冻坏了。哦，好得是呢。什么？你还要换电脑？我说你买其他东西也就算了，你那电脑你还换那么钱？干嘛？买就买呗，你老是说人家干啥？男人在外面都是要面子的。啊，一会儿不够我给你转过去啊。啊，不合味道，夏天。